我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事情，想请教你。你看那个 Grab 这个图表，它是前天的时候刚上市，但是它怎么有这么多垃圾？Grab 它其实是借壳上市，它不是它主要公司上市，所以借了这个股票之前就已经有一段运行时间，所以说你能看到会有这么多图表，实际就是两个蜡烛。什么叫借壳上市？借壳上市呢，就是说它借了另外一家公司有上市地位的这家公司，然后把资产注入这家公司，然后利用它的这个上市地位呢来去进行运行的这种操作。因为在这个上市过程当中呢，有些企业它是不符合条件的，就可能它那个过不了那个审核那一关，或者如果说这个公司它比较着急上市，又想节省一些费用，那么借壳的话，它就会省去这个上市的费用，以及呢会很快的进行上市，所以主要是为了这两个目的。哦，那它前天的话跌了这么多，这股票你怎么看嘞？这个股票一般情况下上市第一天呢应该是会上升的。我们先了解它的业务一下，它的业务呢其实是从打车开始的，从那个电召车开始的，后边呢就扩展到了有外卖、有配送，还有这个货运，以及现在这个第三方的支付，所以它的业务呢代表着未来发展的这个趋势，以及现在疫情比较严重的前提之下呢，这些业务的应用率都是比较高的，所以从这个基本它做这个业务以及这个营收方面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目前呢，这个本来这个公司原先这个壳公司呢就会业绩比较差一些，所以目前它呢就是说没什么起色。一般情况下如果说上市之后它的股价被高估了，它就会先跌一下，然后之后才会再起。我们可以给它画一个图，因为连接这边画一个线，它基本上已经到了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位，就这个位置。所以接下来如果说在这个地方止跌的话，它就会有起一下的概率比较高。比如说还是没有办法收阳线呢，就会继续下跌或者涨。哦，所以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用技术分析。嗯，好，那大家学会了吗？